韩，怎么回事？我听说，这位是……嗨，万谷主。你是叶小公子。韩，昨天你被紧急召入宫后，便带回了个女人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不是，不可能，不然皇上为什么要进你坐？不好意思啊，万谷主，先来后到，先排队啊。王爷，你究竟叫我来干什么？不会就这么站着，欣赏你的盛世美颜吧？听说你是本王的帝都粉头。是我没错，不过王爷今天也累了，不如……你会绣画吗？王爷你觉得呢？本王觉得你不会。王爷果然英明。从明日起，每日来本王府上为本王绣画，七日之后，本王要一张完整的鸳鸯戏水。王爷，你开玩笑吧？我不会啊。所以本王恩准万谷主亲自为你包扎。我为什么要绣？王爷放心，小的定当准时报到，坚决完成任务。韩，之前你还准备用巨幅大日如来图折磨他，如今不但转换成样式简单的鸳鸯戏水图，还一定将他留在身边，到底为什么？我好像找到他了。